采茶工饥荒现象随着功夫 GF66 轻型采茶机的问世，终于有了解决的方法。该机以待人方便操作和确保茶叶品质为设计理念，根据茶农在不同茶园对不同档次的茶叶进行手工采摘的特点，经过3年时间研发和实地验证并改后推出的成熟型的产品。该产品效率高，投资少，操作简单，绿色环保，帮助茶农轻松解决采茶工饥荒现象。